真的吗？不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我小乖。继续挑战。好，好不好？挑战。你现在要选谁 ？B G 公主。B G。B G 公主。我选村民好了。好，看起来很可爱。还有新道具。哇。对。那我不用。啊？我都卖。就这样。然后，哇，我觉得复古的好像蛮搭的。是吗？拼哭拼哭。好了吗 ？OK。来，我们这次打星星关了。这次有没有信心可以赢我？当然 ，Of course。Of course not， 哈哈，我英文很好吧？来了来了，好机场哦，第一场比赛，开新车，跑得快 ，Go！ 哎呦哎呦，哦，新车很厉害哦，哦哦哦，其实我觉得摩擦比较轻。摩托车蛮屌是吧？哦，两个啊，射两个。哎呀，我居然闪走了！你居然闪走了，你大陆人啊！闪神，而且还被炸了。What？ 哦，不小心就。就第三名，哈哈哈哈，差一点，好眼花缭乱啊！我在跟那个第一名、第二名们俩在争夺。哎，这关跑很快哦，一下就一圈就结束了。看得到车尾灯算你赢。赛车对不对？赢也是太容易的事情。哇，还是秒杀两个。哼，第一名，最后一圈。那我觉得这次的第一名是个强劲，这次的对手是个强劲的对手，但是不是你。丢！我刚才在第一名、第二名不相伯仲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会丢龟壳。对。我还有一次机会，我第五名，然后被他丢闪电掉到水里。反哦，第四名，大家都哎没中闪电了。冲啊！第一名！可恶！哦耶！哦，差一点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第三，我是差哎，我告诉我，我跟第二名，我刚跟第一名啊，差一点点，他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快到终点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超过他，可能是舌头赢吧。哎呦！我第三呢？哎呀，不错啊！大家看着你进步哦，哦。你刚说什么？女版冯迪硕。女版冯迪硕只是比较壮而已哦，是女版唐老大吧？哎，这对我们来说其实都蛮难的，因为这都是我们都不认识的关卡。啊，
哦，谁拿过一根丢我？丢回去。我以为是你在前面。就我觉得这个电动版就是 Switch 版的哦。Switch 版的跟手游版的是差很多。因为 Switch 版就是它不能甩尾什么的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还有两圈，还有两圈。我还想往里去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被吐到了，完全看不到前面。哎，这不能插啊！我要给玩习惯手游的、啊，就。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啦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会掉下去。早就掉下去了，在下面放一个啊。哦，丢龟可是说他为什么往后丢，然后我踩到前面的那个坏掉的香蕉，然后又被他用龟壳丢到，真的运气不好。来来，谁敢靠近呢？我大声了，一直有叫我们丢过去。Oh my god！ 我会被掉到，我每次玩这都会被掉到坑里面。我自己丢炸弹自己撞到。I know, I don't know。我知道我在第八名，第七名。我还输你了，我在心情有点沮丧。不会 finish 了吧 ？Yeah, I win, I win。你什么时候改英文名字 ？I win。没关系，我是第三，你是第四。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哇！天哪，我终于赢了。我初吻呐、啊！没有，并没有。你不要以为瘦就了不起 ，BG 公主是吧？去吧。哪一个转的？就是他不有的。会转撞到会转圈圈，那就是昏倒啊。哦，手卡。Let's try。中他。对的。啊！我们第一名，第一名在前面。有机会，趁现在，第一名，好，碎啦，碎啦。哎。有一个公主一直超我车，然后撞我。哦，你有遇到了哦。哎，真的为什么啊？角色，我们的角色比较不容易拿到闪电，我要选一个会有闪电的角色。谁吃到无敌星？你哦，啊，我听到无敌星的音乐，第一名，哦吼，哎，还有一圈哦，
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我的第二名的对手跑得比我快。这个道路有时候弯到我真的看到五煞子啊，好烦哦，又丢我，我就会报仇了，这个我会跑回来的，就是现在，不要到我前面。谁到前我就拿火球丢谁。要过关了吗？还没，完蛋，乌贼来了。我只能看到前面一个小缝的路而已。没关系，我看到中，哎，我第二名。我什么时候被超车的？乌贼真的很过分。你有什么好哎呦的？哎，我第一名，就是总分，现在已经总头头了，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场。那我除非我要第一名，不然我应该是没有办法追过你，对不对？谁知道？哎，你不能故意这样踢镜头啊！没有故意踢镜头，这跟快输的关机是一样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。我这关有点混乱。混乱。我才要香蕉皮。这么早就有香蕉皮可以采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这台车不适合在雪地跑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到任何。抱歉，这是你。我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哦，这光很乱哦，这光超乱的哦，那个画，路会一直转来转去哦。哦，我刚居然撞墙。丢。踩冲刺班，这关我们玩到头都歪了。冲刺板超难踩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冲刺板。哦。谁呀？我下辈子也要选有闪电的角色。不知道啊。抢我的名字，你给我用规则丢了。路易吉，不要再靠近我了。走。这关很，这关很难。这关真的难，我对一直被超车，不会 finish 了吧？哦，第二名，快点快点，趁着 seven。啊！我输一指，输一分，第二名，我第六。OK 啦，也算 OK 了，越来越进步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进步了。只是输我而已，赢不了我。我总有一天。总有一天。One day。对不对？那一天等到何年何月何时？哇，金银牌。哇，你的姿势，哦哟，撞到那个昏倒也要哇。而且我发现我的那个轮子会变狠的。哦。哦，哎呦，他的精彩画面都是我被弄到。被摔倒。是这样吗？
看起来很帅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像娃娃在开车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赛过程。没错、啊。如果喜欢的朋友要支持我的话，记得继续收看我的频道，好不好？多支持我们的游戏频道，我们就会多拍一些游戏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拜拜。